哦，来来来，安迪给我做哈，刚来做，嗯，不要害我没有工作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看我做的对不对，告诉我就可以了，这样对吗？什么不担负担了？我老叫我做 不担，那么变脚崩了啊，对不？好，来，杨枝甘露啊，哇啦！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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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喂喂喂喂喂，你干嘛 ？Happy 吗？暑假装的 Happy 吗？哦，那不一样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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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在已经有15年了。哇，15年哦！那你这边最著名的是什么菜？是火炭鱼头肉跟羊的鱼头。其实还有很多，你看他的孩子，捧菜啊、收钱啊，什么都做。今天我也做，好，今天我有做哈，我有做哈。哎，不要在人家面前吵 ，Happy Happy， 哎 ，Happy Happy Happy， 哈哈哈哈哈哈，我要拍了。哦，收收，好 ，OK OK。今天我们益尤未尽啊，就来到他那边的一个喜家庄海鲜。那么今天呢，一定要把他们其中的一个招牌菜呈现给大家，火炭鱼头炉。嗯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嗯，好好好，来，安哥利殿下 ，Hello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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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慢慢呐，慢慢慢呐，三两下煎香它 ，Hello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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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等一下 ，Hello Hello Hello Hello， 来来来来。本来要拍照喽，哦，来来来，名菜名菜，来来来，名菜名菜，哇，一二，哎，你大哥你大哥，我们去很多地方哦，都有鱼头嘞。对呀，啊，你是这边有鱼头吗？那当然有鱼头喽。是吗？不过啊，这里的鱼头又不一样哦，这个是娘惹鱼头哦。哦，好，来看一下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既然是牛娘鱼头，又有什么特别呢？是稍微偏酸，但它一吃下去。有捏不要感觉啊，来看看师傅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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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每一个材料呢都有它一定的不同的味道，加在一起就很香。如果外面满座在你这样排啊，外面等这一道大概要到晚上。好了，你来排你来排，哎，我厨师没有随便，这就是喜家庄的另一道名菜捏捏鱼头。这道菜你不用看不用看不用看，没有你的事情，排骨排骨排骨，哎哎哎，我当厨房的，没有我的事情。你能不能吃一下排骨吗？这个是煮给别人，又不是煮给我。啊 ，OK OK， 这道也是另外喜家庄的名菜之一，叫做香酱排骨。先把排骨腌了之后，然后就炸。好嘞 ，Hello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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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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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你的眼睛很美了，我们换一下，来来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。这个要换吗？哇 ，Cannot， 太深了。不过这个颜色配得很好啊。嗯，把所有的酱汁包裹在每一块排骨里面，那等一下上桌的时候，每个人咬的都咬到了那个酱香的味道。喜家庄的另一道名菜了，叫做香酱排骨。来，老板，老板，杨枝甘露，来来来来来 ，enjoy 你们的 dessert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哦，来来来，好盘美味的。喜家庄的菜啊，可以说是千变万化，种类繁多，嗯，可以说道道都是美味佳肴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特别精心的挑出了那三样，其实还有更多。其实啊，这边每一道菜真是不得了啊，色香味俱全，可以说是道道菜是样样行。Happy Kampong，喜家庄。Happy。啊。我问你两个问题啊，第一个问题啊，我有没有给你钱呢？有。第二个问题啊，你明天不想来哈？哎呦哎呦 ，Happy Kampong喜家庄 ，Happy Kampong喜家庄 ，Happy Kampong。
Kampong, 益尤未尽 Happy Kampong, 益尤未尽